喂，肖山琪，我现在在开车去户口的路上，就在那儿找你。你在什么位置？刚上高速。好，那我们在31号咖啡店见。好。说好了7天的，你迟到了，都超了19小时了。最近几天我很忙，家里和公司都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我打算在云兰成立一个新的战略部门，用来接洽新的项目。新的部门？那你不是要两头跑？沪普的局势瞬息万变，乌苏说到底就只有一个季风，不需要我花太多精力。你没想回去？我打算回去，回去见你。因为有些事情，我觉得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小然，我们分手吧。对不起，我最近才发现，感情这件事对我来说，可能没那么重要。人生没有目标的时候，谈恋爱大概聊胜于无，但是现在我有很多事要做。我知道这段感情中你付出了很多，对我来说，别说了。正好我来也是要跟你说分手的。你说的对，分手这种事还是说得清清楚楚的比较好。我是喜欢了你很多年，但如果早知道这是一段聊胜于无的感情，我根本就不会开始。3年在国外过得还好吗？怎么突然关心起我了？我喜欢你，喜欢了整整8年。不想你因为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拿曾经用来装理想的胶囊用来装泡菜。你凭什么决定我的人生？因为我的好朋友已经变成我的女朋友。受伤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懂我的。
怎么样？听说现在云岚的内部已经开始内斗了，大部分是支持萧贤的，说就算是接来之时也比饿死强。也有人宁愿跟着萧尚奇去拓展新的业务。萧贤让我告诉您，说最多三个月，他一定把萧尚奇逼得在沪普待不下去。您觉得他可信吗？他就是个软骨头，嘴上义正言辞说是为了云岚，但其实萧震已经死了，他什么都不是。知道不知道我留他最大的用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就是来刺激他那个弟弟的。哎，菲儿，你怎么看？萧尚奇应该没想到他哥会这么快和他反目。我听说何笑然也离开他了，他现在应该算得上是一无所有，众叛亲离。是吗？这么惨啊？那这就是他在婚礼上打我一拳的代价。哎，你说他现在是恨我呢，还是更恨你呢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笔账无论如何是算不到我头上。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，密码是02202037。这么难的题，你怎么会算得出来？我就是用手顶住，拨动密码盘，拨到正确的数字时，就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。你们两个呀，一个沉稳用功，一个头脑灵活，剑走偏锋，都对。将来呢，把云岚交到你们两个手上，阿显掌舵，小强翻，爸爸呢也算没白奋斗，我可以去环游世界。这大船是云岚？对啊。知道咱们家公司为什么叫云岚吗？岚是大浪的意思。嗯，乘风破浪，力挽狂澜。对，赤子无仇生，沧海无尽浪。爸爸希望你们长大之后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要保持热情，淡定从容，无惊无澜。杨帆，请啊，出发。
确认好二丫的名字，别再搞错了。小总，您的饭。嗯，谢谢。头条还没定吗？还有三分钟，整点新闻就要开播了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台长怎么还不来啊？主任，要不然您就签了吧。证据确凿吗？我亲自去的污水排放现场，采样检测，100%确定微金属含量超标。最近啊，连着发头条，他的稿子我都不敢看了，敢写的跟不要命了似的。这是让黑心企业闻风丧胆的拼命三娘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无苏药房，光天化日偷排废水，让灌带渠变成牛奶河，胆从何来？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利益链条呢？来看记者的案子。你这几个月辛苦了，你这么拼，要不要休息两天？不用。不过我今天想正点加班。那必须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说。然后我就假装成混混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找他要保护费。那不是混混，是傻子吧？去。反正何笑然就趁机钻进去了，然后就有今天这个新闻头条。哦，哎，笑然姐来了。随哥正和我们吹牛，他怎么帮你拿到的一手证据？笑然，你这个调查记者干的有点危险的。周丽丽没给你点平和的报题？笑然主动请缨，每次都是挑那种最难啃、最得罪人的活儿。得有人干吧，哎，难得一见，别聊工作了，点菜了吗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醒来这么久没点菜，这伴奏耳熟啊，叫什么来？最后的告别，对，最后的告别。怎么放这么丧的音乐呀？李哥，你去说一下，跟他说一下。对，换一个，这不挺好听的吗？多有。好哥，换个音乐呗。行了，不至于啊，早就翻篇了。我现在的生活里呢，就是工作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对，慧姐在的场子必须是摇滚乐风。有气氛，端起来，来，哎，来，喝一点。小总，
约定的期限已经到了，新战略组毫无进展，现在只能如约解散你们部门，请您离开云南。我东西还在办公室里，让他进去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云兰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看得惯也好，看不惯也好，我会用我的方式让云兰活下去。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霍霍既然容不下我，那总容得下我一点。不好意思，电脑属于公司财产，里面还有云兰的资料，您可能带不走的。这是最近掌握的新技能，吃饱了就睡，太惊人了。你笑然姐这几天只有在最吵的地方才能睡得着，在家也是，睡觉都得戴着耳机听摇滚。哎，工作这么忙，这身体能撑多久啊？